给男朋友兄弟夹菜。能不能多吃点？你干嘛呢，九九？行行，也给你夹。人间深藏地需要浇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他碗里没有辣椒吗？不是，你慌什么啊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那你刚刚什么意思啊？我就那意思啊。行，你厉害，这饭啊我不吃了。他怎么知道你吃辣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为什么会加菜给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还行，你别走，你给我解释清楚啊！买单没有？啊、没有啊。哎，但是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这有什么？他们年轻，心服口服，走。